有一个车。5点多，天就全黑了，我也真的是，欧洲这个冬天太难熬了，怪不得大家都抑郁。我基本上每天收拾好出门也要1-2点了吧，中午在家吃点东西，然后晚上5点天就黑了。如果是晴天的话，一天能够活动的时间也就2个多小时。